美国下一场伺机而动，隐隐的似乎在打探着我们亚洲的资源，亚洲的政治权。此时，美国将夏威夷占为己有。在1970年的时候，美国竟然将夏威夷随同琉球群岛交给了日本。这等事情，我们能够容忍吗？当时在海外，在台湾岛内的台湾人民，从民间发出了非常强大的力量，抗议这种行为的不公正。怎么可以将我们的宝贵领土就这样在资本主义的手下，在帝国的手下中私相授受，真是令人难以容忍。但是在日本觊觎我国钓鱼台的时候，美国竟然以岛大洲的姿态出现，与日本结成同盟，希望捍卫美国在亚洲的权利。日本也在此心甘情愿当起了美国在台在亚洲的代言人，甚至在今年将我们的钓鱼台给国有化了。怎么可以令我们忍受这种事情呢？不可忍，绝不可忍。台湾跟中国，我们此时真的在剧烈，在仇恨血流。我们要看清楚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可恶的资本主义，是可怕的帝国主义。大家要想清楚，在我们一系列的抗争，打倒美国帝国主义，只有美国会坐享渔翁之利，只有日本坐享渔翁之利。